要吃，早点要吃，喝中药。觉得哎，好像这不舒服哦，看一看这儿坏了就修理修理，然后剩下的就不管了。也没有说是觉得什么药是好，什么药是不难受，什么药是心态好。心态好，他身体就是说这儿就像你，哎呀，这儿又破个洞，拿针缝一缝，就是这种感觉呀，一刀都看。你不会说拿个说我备治一下，还找个什么？你还想这样，想也不想，习惯性的，这儿是脏了洗一洗，这儿破个洞缝一缝，肉体也是一样的嘛。所以不说，就是觉得你这儿是破个洞，你还接着说我这儿破个洞啊，我这儿破个洞啊，说了100次再修一再补一补，你直接回家补上了嘛，就不当不会当回事儿啊。你也不是说不缝，你也缝，但是不当回事儿，它不重要，对。是因为我们心认为这个心跟身体是我们自己嘛，这个假心假身嘛，认为是自己，所以很看重这个东西，所以这个身体一病了，你们会觉得很就很重要这件事，很重要，哎，就是最起码值得一说，哎，我这儿不疼，我这儿疼，我这个脸咋了，就是值得说一说。但是有一天你觉得这个已经，你知道你不是这个。你知道真正的你是，所有的都是你，开了眼睛，没有东西不是你，一切都是你，六根六尘全是你啊！你那么大伟大，那根本就不只是这个东西，那是这一切都是你。但是你得破镜像以后，否则这怎么能是你了？这扇子、这茶杯怎么能是你？破完像都是你，啊，就是再像离像，就宇宙全是你了。那这个时候你最起码开始进入这种境界的时候。它只是跟个杯子没啥区别，这个肉体跟这个茶杯是一样，它只是个物嘛，是个物体，是个能量团或者物体，只是你没有圆满以前，就怎么不，随着你的修正，你这儿补补那儿补，能修成啥算啥。哎，那个时候，生死只是这个物体的能用多久，哎，就是你只是看一看它还能用多久。就不是说他死了，只是说考虑考虑。比如说你在这个世界还要留10年，你看看，哎，能用11年，还多用1年的修它干啥？是吧？就不修了呗，是吧？举个例子，你还准备用多少年呢？我想问问，你准备用100年？这就是也是维修，这就要半主经常说他要用120年把那个，但他没维修好，就用了一半就先机器烂了，就机器报废了吧，机器。我们也好好维修，累了就休息一下。